感觉的入手，这几款护肤品比神仙水要好用很多。发兔带你看看国内最好用的三款护肤品。第三名，庞氏小黄人系列洗面奶。这一款洗面奶绝对是要种草的，因为它真的很好用，泡沫细腻丰富，适合于油性皮肤和混合皮肤使用，而且清洁度也是极好的。最重要的是，使用完后皮肤完全感觉不到紧绷感，非常滋润，小仙女们可以一试哦。第二名，妮维雅小蓝罐。说实话，妮维雅小蓝罐这款护肤品既实惠又好用，性价比很高，非常适合干皮肤质的仙女使用。反正发兔已经用了很久，不仅可以替代眼霜使用，也可以当润肤油使用，涂抹在脸上后的效果非常滋润。第一名，美加净营养珍珠滋养霜。美加净大家都不陌生吧，它可以说是个老牌子了，在国内护肤品还是占有一定地位。讲真，美加净营养珍珠滋养霜这一款护肤品用起来一点不比神仙水的效果差，涂抹在脸上的感觉很滋润，一点也不油腻。话说你准备拔草哪个？